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Vicky 啊。微波炉煮食唔使用火咧，其实真系好方便噶。今次咧就试下呢两款12蚊店嘅微波炉煮饭同埋茶碗蒸尘器，大家睇下效果如何啦。即刻试下呢个微波炉煮饭碗，将一杯米放喺碗入边，洗米嘅时候用有窿嘅内格就可以预防米倒泻出嚟啦。加入200ml嘅水，然后将内格放翻入去，冚好个盖，确保锁实，然后放入微波炉，用大火加热6分钟。再用细火煮12分钟，将煮好的米饭搅拌松散，再冚埋个盖等10分钟。再试下微波炉茶碗蒸，茶碗蒸连盖同埋过滤格，准备一隻蛋，100ml清鸡汤，搅拌之后将蛋液过滤一次，攞走过滤格冚盖，放入微波炉2分钟就可以啦。个饭食起上嚟都够软熟淋身，同普通电饭煲煮出嚟就唔系好大分别。茶碗蒸表面唔算滑溜。蒸蛋有啲老，但味道都算唔错。2分钟就煮好咗个蒸蛋咧，其实都几快手噶。但系个饭咧就煮咗差唔多成30分钟，时间上面同普通电饭煲咧就唔系差好多。价钱12蚊都几抵玩噶，有兴趣不妨买嚟睇下啦。Yoo-hoo！